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我要来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黑暗与光明》。好，那这款游戏呢，这个是我之前在 Steam 上面找到的，现在7月20号开始发售。那这款游戏它的界面呢，居然跟方舟很像，应该是说有关联性吧。其实我大致上没有太大去了解说这款游戏到底跟方舟有什么关联，但是呢，它的游戏的某些模式还挺像方舟的哈。那大致上看了一下，它好像是同一个公司开发的样子。好，那这边也写说开发版本。好，这游戏呢已完成了30%左右啊。哦，那我先把声音调小一点好了，我觉得有点大声。啊，我们把主音量稍微调小一点。啊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？OK， 那我们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啊。它有写创建主机啊，跟线上游戏。我觉得我们先来试试看创建好了。哦，它只能选一张地图叫圣图甲湾。哦，然后呢，它能给设定的东西真的不多啊。啊，显示玩家位置，夜晚时间流逝啊，它这个夜晚交替，这个跟方舟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啊。范围内建筑最高上限，所以说这到底在玩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来玩 看就知道了。日夜交替，我要不要使用啊？啊，算了，试试看啊，不行再改就好了。来，我们进行单机游戏哈。这感觉就是有点类似奇幻版本的方舟，你知道吗？这已经不是原始人了，这已经是到中古世纪那种什么北欧神话还是什么的啊，就让人感觉很特别吧，就是有种方舟另外一种版本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创建一下，等待一下吧。好，看到就是一只飞龙一直在飞啊，不知道飞到民国几年，让它继续飞吧。OK， 终于进来了哈。黑暗只是暂时的，光明终将到来。我的天啊，这款游戏开始居然要让我等了将近10分钟哦！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这游戏的优化还有待加强哦。毕竟只有开发30%的开发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趴数哈，啊，只有30%的开发程度啦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游戏可以选三个种族哈，一个是人类的种族瓦尔德，啊，然后一个是这什么精灵族的啊，艾斯特尔，那这个欢庆之城的话，应该是女妖异兽进入山脉，这应该是法师吧？这个应该是法师吧？哦，城市在这边，长得也超像方舟地图的啊，有像到。选势力哦，想说我们要不要玩一下人类，还是玩个法师之类的、啊？我们玩一下人类好了。哇，人类妹子，哇塞，我的天啊！哦啊，我看不到上面的大哥。哦，还行还行。啊，各位是要玩妹子还是要玩男人呢、啊？啊，脖子粗细，这又是可以做调整的。这就是我的人。太棒了，那我们决定要选这个了，我们保存它，给它叫做鸡鸡。好了，你就叫鸡鸡了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，返回，我们开始游戏吧。好，冒险者的名字，这要叫什么名字？矮人类，好了，随便取啦，大鸡鸡好了。好，这决定是你啦，我们来开始游戏啊！废话不多说，哦耶！哇，一开始进来，我的手超大的，我还是人吗？女性贵族12等级，醒来吧，盖亚的孩子，我是艾丽莎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要熟悉环境，收取一些物资。他这还有乐固呢，物品难上挨，好丢哦。光亮树符文，这可以放在这里放啊。哦，放在手上会亮晶晶，有精灵，花黑盆，喂，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学士系统，家族管理，这根本就方舟吧，不用讲啦。啊，然后呢，我要做什么？这款游戏到底可以干嘛？
按一下按你们地图没有？地图按哪一个？按二是吹口哨，吹口哨。好吧，不管了。他说叫我们要去灌木中搜寻果酱十个。我没有地图欸，大哥。学士系统是 U 啊、哦，哦，这边可以学我的技能是吧？哦，还有技能解锁条件，哪里个？光明魔法第一阶段啊，这些可能都是需要采集到这些才可以解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还可以学近战，啊，拿到十幅就可以解锁啊，还要等级，有点怪怪的。哇，这守卫好帅哦！抱歉，我长得有点像中楼怪人。我要把 B 卷拿掉了，因为我觉得超烦躁，抱歉。烦躁的 BGM 不喜欢，还是说我们不要太大声就好了？我们这个 BGM 不要太大声好了。看一下哦，音讯，按那就好啊，有没有声音？好像没什么声音呢。学会了光明魔法。随便打一打就学了一些魔法去了，看一下，能量碎片果实，这个可以拿来吃。配方，消耗品，我们可以制造。它需要这个魔能水晶，就可以制造一个光明树哈。来，我们要获取石头，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的石镐呢？这又是一大学问了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看看哈，学士系统石斧，哦，它上面有写，我要怎么做？继续挖不管了，打开背包啊，制造亮光符文，好的，制造，我们跟着任务走。哦，直接给六个哎、欸，啊在哪里？六片，然后呢？我看不到我的亮光符文在哪里啊？哦，主物品栏啊，主物品栏有，使用亮光树，喂，使用浆果恢复宝石度，好的，直接右键就可以刻了。哦，我升级了哎、欸。我可以点这些啊、哦，晕眩值，他这边没有附加说明说晕眩值是怎样的啊、哦，还有耐力、保持度、精力跟负重哦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。我们来点一下攻击力好了、还可以点吗？哦，还可以点哦，上面跟下面各一点这样子。那我们下面的话点一下耐力好了 ，OK 的，我的84级可以打他吗 ？Fuck 啊！I'm sorry， 抱歉，我的错，不应该这样子的。那我要怎么救他？救我自己啊！全部移出，耶、yeah, ！打你，可不可以拿到东西？看是不会的。近战武器啊，近战武器学士提升啊，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背包里面制造。需要木头一个跟石头一个，石头捡地上的吧。我们可以学一下近战武器，可是石头呢？哦，木头有啊，有石头了。近战快要有了，多敲一下就有了。这怎么不给我东西 ？Hello， 大哥，给一下东西好吗？算了，我要直接出城了。幸福的是跑步 ，Go Go Go！以后呢，不要在外面乱打人，好不好？就跟我一样，直接秒杀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外面，哇，我是荒野，荒野不错哦。到底能不能学啊？还差一半，我们的茅草不够的样子。哎，有了，可以了。需要靠这种方式来解锁啊，制造一个就好了，不用这么多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穿装备、欸，装一下，因为刚死掉了。他穿装备不会显示出来，有点难过。
希望之后可以改进一下。野生的羊，你猜怎么啦？猜怎么啦？野生的羊，这个羊怎么看起来长得特别奇怪？给我你的东西，哇，这可怜的羊 ，I'm sorry， 给我你的肉跟皮，谢谢。就这样去了。所以说要继续砍树木获得苹果，还有更多的木头。这树木我可以砍吗？可以欸，加油！来，哦，还要做一个法杖。它这边有一个教学，你知道吗？就在教学会告诉你如何学习一些道具，还不错啦。那个初步的教学系统给的还可以。啊，这是什么贫民窟？这别人的房子欸，我可以冲进去吗？这别人的房子欸，等一下啊，我不是玩单机吗？啊，怎么会有别人的房子还有英文名？冲一下，算了，踩石头时间，加减踩啊！哦，又羊，等一下这什么东西？布兰跳跳兽，算了，我不要这样做好了，我等一下怎么死都不知道，好恐怖哦！好。我已经开音乐，他的音乐是停止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管了，我们可以做法杖嘞，来喽！法杖是能干嘛？没关系，做就对了。叮！核心魔法，还要获得什么？这是干嘛？魔能抽取。初期的小法师使用这种法杖呢，可以抽取自然界中的魔法能量，必须安装在法杖上使用。它需要什么？哦，需要这个，可以做一个。法杖耶！啊，这到底怎么用啊？拿、啊，就这样装备上去了。Fire！ 机器。Fire！哦，这样子可以抽欸，好丢哦！哈哈哈哈，还有这种方式采集啊？那我干嘛还需要用石斧呢？您说是不是？感觉石斧采取的速度比较慢一点啊。那原始法杖还可以采集啊？制造一个原始法杖啊？我不是做了吗？等一下，你是有病你？原始法杖我已经做一个出来了，你现在又在叫我做一个是 bug 吗？做两个出来了，怎样？顺序搞错了，你就给我一个 bug 是不是？算了，没关系啊。来，抽取核心，有吗？这样算有吗？没有，那我们抽石头。我觉得法杖比工具好用多了、啊，直接爆掉。啊，怎么抽取核心啊？哦，制造魔人抽取核心了。I'm sorry， 我们要再做一次了。耶、yeah ，装备法杖，装备魔人抽取的法杖。哦，我升级了。等一下哦，让我配一点。点一下血量跟耐力，然后知道怎么装？组合吗？可以丢进去吗？好像不行。这样子呢？这样子有效果吗？好像没效果欸。魔能抽取，那我们按个试看看好了。哦，装备吗？是装备吗？没装啊。将你的法杖对准一棵树或是巨石，左键之后可以抽取。好，试试看吧。有。我们要跟着任务走，继续抽，继续抽，多抽多健康。看这游戏就是这样子欸，好屌啊！还有山羊，什么都可以抽，我可以抽别人的房子吗？哇，是怎样？陷阱吗？我要抽这个。需要使用到你的魔力，你这会消耗大量精力。唯一可以恢复的精力方式就是睡觉，或者是使用草药饮。我的魔法力在哪里啊？点火，点火。
哎，我两块熟肉。啊，可不可以去学一些建筑方面的、啊？还不行哎、欸，想要盖房子了，你知道吗？等级几才可以解锁？等级4才可以解锁。生存等级1，生存等级1在哪里？那个是生存等级1。这个找到了，需要这个才可以解锁。篝火，要做篝火。跟甘草，我们哪有那个材料啊？对啊，我们材料都够啊，为什么不给做？现在学不到这东西耶、欸，没关系，我们放下亮光束，有变亮吗？感觉不出来有变亮啊。这个光亮束到底是在干嘛的、啊？看没有、欸？哎，啊，终于有了。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延迟吗？我把一些不要的东西看可不可以把它拆解。这可以拆吗？不能拆分，这只能自己丢掉、哦。快点自己丢掉、欸！哎，我把它丢掉好了。哎、啊，我可以丢吗？啊，它不是方舟，抱歉，我以为它是方舟，直接丢吧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吃点果实，我现在负重了，负重有点严重啊。拆分，这把它丢掉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不行。OK， 我们回城市里面看一下状况。我的尸体还在啊！啊，这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乱敲人，乱敲不认识的人就找死。尤其是像这种守卫等级的。靠下去怎么死都不知道。哦，原来你有卖这个啊、哦？可制造，还要钱。制造还要钱。嗯，好、哦，他没有钱，我也不能贩售啊。哦，他这边有固定100个，他会卖你75块啊。40个卖你100块啊，就是你打这些材料可以拿去换钱啊。哎呀，洗吧，那我多打一点不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多采一点负重回家赚一点钱，把它卖一卖，买一点新装备也好啊。啊，所以说这游戏到底是融入了什么元素呢？啊、还是不是很了解啊？管他去死哦，慢慢敲就对了。顺便我也要升级啊，快点让我升级，近战等级2，学了什么？哇，可以做实践哦。可以做石镐，来来来来，实践不用做了，不啰嗦，再做这个，能做就做，多敲一点，越做越多，是吧？拜托，有剑就是屌啊！啊，是不是很强？哦，又剑，哎呀呀呀，嗯，打爆你哦！抱歉，我不知道我吹了什么，敲这个没有屁用。来，我们来放一下咱们的石镐，石镐。我好像切换有点麻烦，继续敲，赶快升级哦！这可以敲吗？不行。这游戏到后面还是可以盖房子啊，不过我觉得现在有点现况有点麻烦。啊，还不还是还准备熟悉当中，我想要不要就直接打他、啊，打他好了。这叫什么？布兰跳跳兽，去死吧！来呀、啊！哇，两下就死了，这是兔子哎、欸！哦，直接给生肉，就干净呢。太好了，还好不强，我以为他很强的说，把这些打到的东西卖一卖啊。我石头应该可以卖吧？石头几个？有没有超过40？有有有，可以卖100块。所以啦，这样子赚了我人生的第一桶100万了，有没有？没有啦，人生的第一桶100块，就这样来了，赚到100了。十字飞刀十毛，其实我不需要买他这边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到底哪时候才可以找上呢？我现在都看不清楚了。小屁啊，暗冥蒙啊！
哇，还可以买这个、啊，太好笑了吧？买建筑物啊？好吧，等一下，先放一下亮光素啊。哎、欸，这样好多了。真的要买吗？想要买地基是不是？捡漏了地基，捡漏了墙，捡漏了门。啊，也太穷了吧？可以买吗？欸、我买了、欸。哇，20块！哇，没钱了。我突然觉得人生失败了。这游戏到底怎么玩啊？我可以在这里睡一晚吗？看着是不行的，我还没做到可以打地铺的程度呢。打这个有没有经验值？哎、欸，打这個有经验值，哇，这边还可以拿硬币哦，这根本是勇者的世界，想怎样就怎样呢。哎，不对啊，啊，这样子我没有水，我可以喝水吗？这里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喝了，我居然在这里喝了水了。太神啦、啊！我又负重了，怎么办？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哇、哦，这个野猪不好惹哎、欸，这个我不敢打。抱歉，我来这边打扰到您了。啊，贫民窟，我想要进去说，可以自己盖一个啊。快点升级！我觉得这个游戏需要玩上好一段时间哎、欸，我说真的。因为毕竟这还不能调倍率的情况之下，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，这是在搞毛啊！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呢，这是在搞毛啊！前面还有物资箱，我看错吗？啊，他哪时候白天，大哥？我决定了，我卡住了，哦，没事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在这个地方盖我的可爱温暖的家，就在门外面。好，因为我刚刚买了四个捡漏地基，我的天啊，这里不能盖啊？为什么？不可以在城市或建筑有障碍物，不可以在城市。那写什么？不可以在城市区或建筑啊，一定要在野外就对了啦。啊，哪里才是野外啊？这里不是城市区吗？我又没了，再造一次。好的。现在什么情形？不给盖，好吧，我们必须要远离城市才可以盖这个该死的房子啊！获得了生存，终于有了生存要素可以学习了。还有什么？刚刚跳了很多格说，我们会了生存。哎，我们可以。盖一个篝火了哈，放哪里？放哪里啊？实用物品放在海的旁边也是不错的选择啦。虽然在这里好了，可以引起森林大火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差点按到拆除 ，I'm sorry。甘草可以拿来生火，我们有甘草哟，那几个。哦，青草可以做成甘草。哦，它会自己变甘草哎、欸，这么屌哦！那全部做啦、啊。嗯，阿总不见你有任何变动。哎、欸、，What the hell？ 快速风干，而且我也没点火啊。这可以直接点火吗？啊，不能点火啊！等一下，我要怎么？哦，这里有生火了。生火了，生火了！我不知道它生火的效益是如何啦。总而言之呢，我把草丢上去，哇，可以做成干草，太好了！需要生火才行。来，然后把肉丢进去，全部都给我做熟肉。怎么做有点久啊？寂寞做的这么久，全部啊，让你做九块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什么。是怎样啦、啊？还没下来是不是？没屁用啊！什么都没有得到啊！难不成？那不理我哎、欸！没有，没有，
欸，这边可以盖地基的，欸，这里可以了，有必要盖这么远吗？我觉得不太好吧。那算了，既然都盖了，盖这里好了。我一个很穷的概念，靠背这里居然不能盖。来来来，耶！我的第一个家出现了，只有四个平台，太好了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今天先玩到这里哈，那个之后再试一下看怎么办吧。想办法去过吧，就是把这个游戏稍微研究一下，到底怎么玩才比较好玩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呢，这个试玩就先到这里为止啦啊！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啊，记得按个喜欢啊，记得在下方留言啊！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玩这款游戏啦，拜拜。